谢谢，都说这鸭牛排特别好吃，你有什么要加的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些够吃了。思涵，其实我。 抱歉，二位，我们店刚才出了点小故障，突然断电了，给您二位带来的不便实在是非常抱歉。程墨，今天很开心哈。 你要是有什么要说的，你就说出来啊。思涵，其实跟你在一起，非常的开心。我希望你能够有机会了解我更多不一样的样子。 有，我还有很多技能，今天没来得及展示给你看，我下次带你。啊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接瑞瑞。啊，好。 喂，妈，涵涵，你下班了吗？啊，下班了，我那个刚才回家的路上啊。工作挺好的呀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肯定不会给人家算错账的。那妈妈也担心，你一定都给人家检查几遍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 你爸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？我没敢跟他们说，我的工作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是工作。那你打算忙到什么时候？要是我现在告诉他们，他们肯定马上就把我抓回去。哎，那你是因为什么想当美食博主呀？因为喜欢。喜欢？嗯。最开始的时候呢。 就是因为简单的喜欢，后来我发现我的文字治愈了很多的人。从那之后，就从那种简单的喜欢，变成了有一点点的责任感。我想用文字去治愈和鼓励更多的人。给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个是他们给我发的，全都是他们的故事。 很有意义吧？嗯，那个。
还在等着咱们呢，要不先回去吧。啊，好。瑞瑞终于睡着了。过两天瑞瑞就要走了，好舍不得呀。我也舍不得。我姐姐可真幸福，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宝宝。你们家基因都挺好的。他们两口子也真是一点都不靠谱，不愧是一家人。哎，周明这个人吧，我很了解他。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其实心里一直都有数。他一直都很靠自己的努力给这个小家更好的生活。你放心吧，他都会靠行动跟你姐证明的。那他不说的话，别人怎么知道呢？有些话不能憋在心里，你不说的话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干妈，昨天的约会怎么样？我以后是不是要改口啦？不是吧，我都要走了，你还没搞定。瑞瑞啊，告白呢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，不是说你随便带人出去约会一下就可以告白的。再说要是你小姨看我这么随随便便跟她告白的，她也不会开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一天不出门见你的小姨是因为开心吗？她好像是一天没出过门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亲自来吧。小姨，小姨，我都快要走了，还没跟你出去玩过呢。我想出去玩，带我去吧。哎，瑞瑞，不要打扰你小姨，你小姨赶稿子呢，她忙。不应该。我展示了那么多技能，我很无趣吗？干爸，小爷，你们不要伤心，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好，我爸爸妈妈都和好了，你们要继续加油哦。希望下次我能来和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一块玩。丑瑞瑞，把这个装起来。